男的双击发大财，女的双击有钱花。面包蟹，看我的小嘴多甜呀！进来的哥哥姐姐们，给就给一个吧。嗯，爆头！姐，下大雨，我们回家吧。天天卖，天天卖，也没有小红心。只要咱家有一个老铁给我小红心，我都会坚持的。上点辣椒。嗯。哇，大海螺，看一下，比我的拳头还大，2斤一个的。哇，这是啥？完美。啥情况？哇，给你们普及一下，海螺哪里可以吃，哪里不可以吃。黄，嗯，苦胆，特别苦，不用吃。干，吃多了头会晕。剩下的全是精华，请问一下这是啥？四个小爆头，能不能给我四个小红心？嗯，好吃。大米，海中圣宝，海菊花，咱们深呛一个，哇！尝一下啥味儿。爆头必须吃最辣最辣的。有些人问呀，你们是不是很能吃辣椒？实话告诉你们，其实我们也吃不了，只是为了你们的小红心上个热门，把家乡的海鲜都卖出去一点，支持一下渔民的孩子。好冷啊！来个嘴开海胆，拍之前我就愁啊，这个海胆怎么拍呀、啊？刺都没败。开不了，呸！刺太长，来个小虾仁儿。海参是海参，正不正经我不知道，咱们检测一下它正不正经。反正我是正经的。
偷吃了啥呀？这个肚子。哎呀！哇，这个是他的内脏，看一下，六个经络的。啊，走路简单，看一下，我帮你们尝尝是啥味儿。哦。挑战一口吞，嘿嘿，来一个。